尚未停止，脑筋动得快，香港商人已经从抗议发想出新餐点，成为稀客新噱头。这是眼球吗？不用太惊吓，这只是荔枝切出眼球的形状，再加上草莓糖浆，然后系上纱布。这杯以眼还眼的荔枝草莓苏打，还真的吸引眼球。大家好似用一个比较冇咁沉重嘅角度去睇呢一件事咁样咯，即系我嚟食餐饭咁，但系佢又会即系讲翻可能香港呢几个月发生紧嘅事啊。不止以眼还眼的荔枝苏打让人印象深刻，还有樱花虾、明太子和紫菜等不同口味的饭团叫五大诉求。另外，这道猪肉火锅叫赤化猪肉锅，老板也未免太会做生意，每道菜都要搭上抗争。老板说，是因为看到太子站当晚发生的惨剧。我睇到好多嘅片啦，咁就都几伤心啦，吓，即系有啲人俾人打啦，咁就在那一晚我就夜晚就想了这个套餐的名字出来，希望会醒啲人不要唔记得这一件事。老板讲着讲着竟红了眼眶，他只希望这些菜让大家记得今年夏天香港发生的事。记者海珠综合报道。